欢迎大家在我的台听那安小咪，千祈无行海家。Selamat datang di YouTube channel Diana Ansumi. Tetap disimak, jangan beranjak.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各位朋友好，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呢排喺香港系天气系特别冻啲嘅，所以今日咧我会整呢度系面包布丁嘅。呢、这个面包布丁咧我会焗嘅，好啦，大家千祈冇行开噶。喺呢度好多材料嘅。在这里呢有两块的白方包的。是啦。跟着呢我在这里加啲啡色糖的。大家都可以加砂糖的。两只鸡蛋。跟着呢度有鲜奶的。呢度有巧克力粒。跟着呢呢度有牛油的。第一时间咧喺呢度嘅蛋咧，一阵间我会打烂佢嘅。呢度系面包布丁，都啱俾小朋友同大人食嘅。因为嗰啲食热嘢咧，冻癫咁样身体会好啲嘅。跟住你可以加啲糖嘅，跟住你继续打烂佢咁样，系啦。跟住呢啲蛋咧，可以晒咗佢嘅，系啦，可以用曱甴咁样嘅，大家都可以用其他方法都得嘅，因为唔需要嗰啲假啲泡泡咁样，所以中间嗰啲蛋咧会特别滑啲嘅。跟住咧，轻轻地喺个奶嗰度咧，一齐搅匀佢嘅，搞掂。喺呢度咧，用少少嘅牛油咧，可以摆个呢度嘅碗咁样嘅，因为一阵间嗰啲布丁咧唔使之大咁样嘅，系啦，摆少少够啦。跟住咧喺呢度放白咧，可以搣一嚿嚿嘅，分系三个碗咁样。跟住咧，可以落个朱古力粒嘅。如果大家中意落太子港都得嘅，随便拣。喺呢度晒露晒嘅，帮我手，佢好乖嘅。佢好中意食朱古力嘅，乜都朱古力都好中意食嘅。
因为呢排系香港冇得翻学啊嘛，读书系 OK， 所以后期都同佢一齐做啲嘢，整衣食啦，抹碗盖咁样做功课。跟住呢鸡蛋同埋啲奶咧，可以倒埋落去喺嗰度个碗嘅，系啦咁样。佢好中意帮手嘅，虽然我比佢早嘅。跟住咧，喺呢度焗炉咧，可以搞到160到180度嘅，时间用25分钟到30分钟嘅，可以睇啲样熟或者未熟咁样嘅，所以都留意下，因为其他嘅焗炉都唔同嘅温度嘅。喺呢度都浸到嘅，可以攞出嚟噶。好啦，大家，面包布丁形成咗啦，我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好简单方法似甜品啦。多谢大家支持我。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祝会身体健康，幸福快乐。